แต่ผมมัน e equals to six ตั้งอยู่ a by c ต่อยาพิจักก็因为呢个系 mc所以我哋可以尝试代啲数字去俾 a 嗰度，然后去计下题目呢个同 a by c dot 嗰啲选择里面边一个一样。我哋代 a 系二落去题目嗰度，就会变成点呢？就会变成系开四次方，二开方再二嘅三次方。呢度二嘅三次方即系八，即系话开四次方。二再开八次方，用计数机揿点样揿呢？我哋要先开括号，然后里面就揿二乘开方八，再删括号，然后上箭嘴一 over 四。红色呢一度做紧嘅就系开四次方嘅动作。括弧里面呢度二乘开方八就系讲紧呢个开四次方里面嘅嘢。揿完呢一个算式，跟住输入。你就會得到 1.54 幾，然後我哋喺 a by c dot 將 a 代翻二，再去用計數機撳一次，就發覺只有 by 先至係答案啦。